陈玉莲呢日出席一个慈善活动，去帮助一啲伤残人士建立翻信心，达到世界无障碍啊！咁耐都冇见你，原来去咗山区帮助啲有需要嘅人啊！因为我自己呢几年都系做紧一啲自己慈善嘅活动噶。其实山区做咗三年，但喺香港做慈善同埋义务做咗十几年。之前就有传你出咗家，唔知道有冇见咁嘅事呢？其实出不出家其实不是一个问题来的，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你自己的心怎么去想，就算给你出家穿了一件袈裟，但是你根本完全不是做一个出家人或者一个修行上的东西，跟随于佛陀或者跟随于耶稣而所给你的、以戒为师 的行为去做的话，就算给你出了家穿了一件袈裟有什么用呢？不就是等于没用了。哇，你讲到这么远我真的听都听不明白，那你现在算不算是大法修行呢？其實都是剛才那句，是不是大法修行或者是不是出了家，其實最重要是看你自己本身做的那個行為是什麼。